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。虽然我面子心软，面子心软，为求真经不怕难，多少回面临生死险，面临生死险，战兢兢口念弥陀，直至度外心也安，最怕这女菩萨苦苦纠缠去不散，怪不得英雄难过没人管，难过没人管。虽然我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，虽然我面子心软，面子心软，分之愿行等佛地，哪能够一马心愿，一马心愿。送你全无染，浓情蜜也枉然，浓情蜜也枉然。望佛祖见我一直装我胆，保佑我功德圆满，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杨导演，不知道玉帝哥哥如今走到何处了？哎呀，女儿国国王，你这么心急呀、啊？诸位不要着急，他们几位已经过了祭赛国，快到玉华州了。哦。但是我们只有到了大雷音寺，取到了真经，才能够全部和观众见面。哦。所以今年来不及了。那么今年的春节呢，我们就请大家来和全国观众见个面，拜个年，表示我们《西游记》剧组的一番心意。好啊，亲爱的电视观众同志们，祝你们大家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